定是谁有高尔夫球的问题呢？Hello， 各位球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y 老师。今天要跟各位介绍分享的是木杆的基础站姿设定。那基础站姿设定呢？木杆是什么？它呢就是 driver 就是司机的意思，老司机。OK， 好，上次有介绍过老司机哦，不是那个老司机，是这个 driver。那为什么叫木杆呢？因为以前它是木头做的，而现在的科技呢，可以让你做的越打越远的球杆，慢慢的是属于钛合金的。哎，助教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欢迎助教林姐。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是木杆的站姿设定的内容。好，首先我们请助教先稍微示范一下，林姐，我们再把双脚云同宽站开来。那这是我们在一般一开始木杆在站姿设定的过程中呢，微微的站开之后，我们通常木杆会设定再稍微宽一点点，所以麻烦把我们的右脚再往右侧再站一点点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地上呢有一个瞄准杆，那这个瞄准杆呢会很清楚让你看到我们的球位呢，在木杆的设定来讲，我们要对到我们的左边脚跟的一颗球位处。好，所以移到一颗球位处来，麻烦一下。一颗球。对，这是我们的球位。这样。OK， 对，所以这样对过来的时候，在木杆的设定来讲的话，我们会对到一颗球位处为杆头的摆放位置。为杆头的摆放位置就是所谓的球位。好，在球位对完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会踩握杆的角度。好，握杆麻烦助教帮我握起来。好，握杆的角度呢，一样我们会对齐到左边的大腿内侧。我们在铁杆的时候，常常会设定在左边大腿偏中间的位置，而木杆呢会左边的大腿的内侧。好，在内侧的时候，从镜头里面可以很清楚看到球位在摆设的过程中，我们的设定点呢会有一点类似像是大写的 Y 字形。真的？哎，真的，没错。Y， 对，那个就是一个 Y。Y， 哎，好。Y。OK， 好，它就是一个大写的 Y。好，那相对的铁杆呢，我们再帮各位复习一下。铁杆呢，我们会把它移到正中间，然后相对它会握短一些些。这个差异性在于，就是铁杆它会变成像是一个小写的 Y， 所以小写的 Y 就是左手臂会跟杆身会呈现一直线的表情，所以这就是木杆跟铁杆之间的差异性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再摆回木杆的设定点。好。那在设定完之后呢，我们的肩线呢，我们的重心的配比呢，我们现在的脊椎角度在设定的过程中，右边会微微的倾斜，而原因呢，因为在木杆设定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由下往上打的设定动作。我们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脊椎角度的设定，好，这是一半一半的感觉。好，那麻烦中间偏向右侧。好，这个角度呢，就很明显看到中间偏右侧的位置，在击球点上，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可以由下往上去做击球。好，所以在设定完之后呢，我们在做一个重心的配比上，我们的右边的中心点会偏向右侧。OK， 右边的中心点会偏向右侧，所以顾名思义就是不会在球的正上方，就不会在中心点，就不会在球的正上方，而是在偏向球的右侧。OK， 所以在目的性为什么要由下往上打？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T 架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 driver 呢木杆我们要不可以接触到草坪。所以我们在挥击的过程中，在设定的过程，我们就要由下往上挥，然后来增加我们的身体的倾斜角度，比较容易歪的吗？对，身体就会歪了一些些，就不会像你这么正。哦，这样我懂了。哦，这样懂了。以上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教学，在高尔夫的木杆站姿的设定。啊？就这样？那么短？你才短呢，你全家短嘞。打高尔夫了没？我们下次见。耶！啊，对了，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请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哦。